有网友曝光了一组赵丽颖穿古装拍摄广告的花絮照，照片中赵丽颖身着古装，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，对着镜头嘟嘴卖萌，十分可爱。如今圈中除了小鲜花小鲜肉人气高涨之外，要说最接地气的女演员应该是非赵丽颖莫属了。除了是因为赵丽颖是从农村平民走出来的公众人物之外，更是因为她从不掩饰的直率坦诚的性格。赵丽颖现在的事业如日中天，可以说如今的事业是她一步一步踏实地争取来的。这一路上的辛酸并不是我们随便讲几句辛苦的话就能体会到的。只愿那么可爱的颖宝能越来越开心幸福，